我妈说，因为狗怕主人会伤心，所以在死之前都会先离家出走。三个月嘛，就是100多天嘛，是吧？可以的，林医生，我肯定活得超过的给你看。你还送人家去医院，阿姨？我说你已经过68岁了，你过68岁你就不能再开计程车了。我们只有2个人而已，不用住这么大的房子吧？妈，你好好照顾自己有这么难吗？你都搞不清楚回诊跟跳舞哪一个比较重要哦。我们要搬家了，我怕我会忘记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个人还是可以照顾自己的。你知道你现在在网络上真的很红吗？你看那个规矩是死了吗？你去哪里了？我也只活到这个年纪，以后的人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你。早知道就不问他叫什么名字了。